嗨，这里是糖果的秘密花园，今天来做双椒盐炒皇帝豆。准备太白粉、面粉、皇帝豆、蒜末、青红辣椒、虾米以及青葱段，皇帝豆先略烫一下，烫到半熟状态，然后捞出沥干，表面裹上一层粉，热油锅煎香皇帝豆，小火慢慢煎，煎到表面微酥后取出，炒香蒜末，虾米也炒香，呛一点酒去腥，炒至蒜末以及虾米酥香，下青红辣椒，来点葱段增香，加适量的盐巴以及味精，然后把皇帝豆下锅拌炒一下，把它拌匀，略呛一点酱油，增加口感以及香气，最后撒上胡椒粉以及熟芝麻后起锅，又是一个咸香下酒菜呀。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关于影片有任何要告诉版主的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的回复，敬请按赞订阅，给点鼓励，并开启小铃铛以接收最新的讯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